喜欢看篮球的球迷们可要注意下面这条消息了。就在昨天的美国篮球明星姚明在 NBA 打球时候的队友特雷西·麦克格雷迪在他的个人网页上面发表了博文，首次承认将会来到中国加盟青岛双星男篮。虽然说目前双方还没有签订最终的合同，但是麦迪自称加盟 CBA 应该没有什么疑虑，只是时间问题了。昨天呢，记者也第一时间联系了青岛双星男篮，来看看他们的说法。由美方经纪人呢拟定了一份经济合同传给我们，我们看了以后呢，有个别地方我们进行了微调，调整以后我签上了字，盖上了俱乐部的章，发给了美方经纪人。美方经纪人看完以后呢，感觉不错，他就把这个合同转给了麦迪，等麦迪确认以后签完字再给我转回来，那就算合同正式生效。据双星男篮俱乐部总经理生希顺介绍，虽然目前麦迪还没有签字，但俱乐部与美国各方面的协议已经达成，可以说麦迪的加盟已经完成了99%。我们和经纪人的沟通，包括麦迪和经纪人的沟通，我们之间的沟通都非常融洽，特别是麦迪也看好了双星俱乐部，他也看好了青岛这个美丽的城市，那么他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。虽然从麦迪试训纽约尼克斯失败到即将签约双星只有十几天的时间，但生希顺表示，签下麦迪这样的大牌球星绝不是一时冲动。最近几年，双星男篮各个方面都在稳步提升。上赛季结束后，球队就一直在谋求这样的大手笔。麦迪能够起到一个领袖作用，带动这个球队得到发展，多少呢？我也受到马布里在北京这种带领，北京这种年轻的队员达到了 CBA 的顶级，就是冠军，所以给我的有点启发。我也希望麦迪能够来了以后，在双星、在青岛多打2到3年，能够把这支年轻的队伍短时间内进入 CBA 的顶级联赛，或者说进入冠军的宝座。另外，俱乐部还考虑签下麦迪，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球迷到场观看比赛，也可以吸引国内外各方对双星男篮的关注。